这是什么吗？看起来像什么？看起来像什么？礼物，礼物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包的是什么。打开，打开，慢慢打开。你就发现里面包了，包了一些牌，一些扑克牌。那这边的扑克牌呢，都有不同的图案。那我们先放五张在桌上好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张。那你可以伸出你的左手食指吗？左手，帮我点一张出来。随便帮我点一张牌，这张把它推出来，推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你选的牌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选到的是这张的话，可能就是房子；这张的话是纸鹤；这张的话是星星；那这个的话是青蛙。那你选到这个东西，你把它拿起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拿出来给我看。所以你选到的是爱心，对不对？那爱心呢有什么用意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稍微把爱心呢放在这个地方晃一下，晃一下，吹一口气，翻过来，手伸出来给我一下好吗？晃一下，麻烦帽默默的打开来看一下，哇，你会发现爱心变成了有颜色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还不是特别神奇的地方，还记得我一开始放这块布在桌上吗？对不对？那仔细看，我们把它拿起来。其实我一开始就预言到你会选到这个爱心，仔细看，你就发现它变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你就发现这块布慢慢变成，好强啊！